本次列车沿途停靠台中及祖。等等。我头发无咧，去哪里？介绍，不过啦，讲下吧，我啥物拢办做。
谁叫那时候我们看着的全台湾走势化的海外贸易呢？虽然副手第二名解除了，可是台湾的企业生意却受到了严重打击。Thank you.